过这个三餐国家共同管理处哈，来这里协助他们，不管是这个厕所的整修，或者是接下来可能关于停车场相关的这个公共建设，或者甚至这个护栏安全的部分哈，也希望透过这个三餐国家共同管理处哈，他们大力的协助之下，让这样子的一个南投市著名的观光景点可以越来越好。